他再一次，这边指尖。你在抓我的鸟，你要做什么？你为什么在抓我的鸟鸟？这样不对哦。哦，哪一个会比较好夹呢？好像都不是很好夹。来夹一个树蛙，哎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嗯。是这里有个吸宝贝。这么难。好吧，那我们就来挑战这个。不是，我喜欢你挑战。不要。等一下，要先带他去上厕所。好。他这个有设计过的。不要浪费钱。对。